圈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，那么我们也请苏神父在门口和大家致谢，谢谢各位所有的恩人和陪我们一直到现在。希望11月8号我们在乌来天主堂依然可以看到您的身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福伦社一直以来十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永和，总院的更新，永和的更新，现在呢又非常非常照顾我们安康院区，所以呢我们非常真心的谢谢他们，也谢谢各位的爱心，也谢谢各位朋友们，你们老远的跑来这边付出爱心跟我们一起共餐，感恩感恩再感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。